英啊，我会给你一张相片，是咱三爷在委托行啊，拄开幕时阵啊翕的。时间是过了真紧，我已经老啊，你妈离开啊。当初我看到郑群的时阵，我俩准是你等来，想袂到，伊是你的亲生后生。我才会想讲，咱真正足有缘的，未来日子，我会当甲我的囝婿，好好做伙子，兄弟。我真正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的。兄弟，我若是知影，有什么代，爱我找来的人，是要来对付郑群的，我绝对无可能安尼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不过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把家人囝照顾好，伊今麦昏迷不起，我真系足艰苦，也伫是咧，小阿母。你是安怎咧看这两个相片？是毋是做什么亏心事？你家己忏悔啊！我想我想到一寡过去的代志，把相片摕出来看尔，我哪有做什么亏心事？我实在你敢有存？我敢有可能不了解你？我毋知你咧讲啥。哪能我直接问？海政权的凶手，你是不是有识识？我无识识，你就杀你凶手，我要哪可能有识识？真简单，因为我有看到。你看到啥？我有看到你明明抓到凶手，你先来要放走。假使你两个无识识，你哪有可能安尼做？对啊，爸爸，你若真正是在迄个凶手，你都爱讲出来。我是要放手，伊是凶手，伊是杀人凶手，我嘛惊伊对付我，我当然爱放手啊。也毋过我看到你迄时阵的表情，你毋是惊伊对付你，看起来明明你就是介意有实在。我不识识，迄种人我无可能识识。我知影，我伫你心目中是一个无路用的人，也毋过我搁看那无路用，我无可能去害郑群。郑群是志玲的亲生后生，搁是我的囝婿，我希望伊幸福都袂负啊！我无可能做出对付对郑群不利的代志。即马小飞甲郑群。你现在昏迷不起，发生这种代志，我的心比任何人更加疼。你啊，是安怎提公平？要安怎对待伊？伊还阁遐尼啊少年，想要对这残忍？妈妈，爸爸安尼讲，敢那有道理？伊是无理由要害郑群啊！啊，而且婚礼现场迄个状况，
凊彩啥物人看到拢会惊，若是我无得甲人了，拢毋敢掠迄凶手。秋华，我知影，我真无路用，你嘛无可能相信我。也毋过我通救出来，我若是想要害郑权，我一定让雷公卡死。爸爸拢敢救出来，咱都相信伊啊。过去你做出对不起治疗的代志，可是今日你若真正害郑权，甲迄个凶手有任何的关系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陈秋凤都准讲赔这条命，一世人拢无可能帮你算。妹妹，来走，爸，我先上去啊。家母在中区啊，想袂到恁两前母卖惊。这个刚来，我是来给你说多谢的，多谢你替我介绍一个脚手真好的人。你骗小人！今日透过我介绍人给你，要来害郑权。你想要变哪种？你讲完了，我还郑权。你嘛不应该做这种事情的，即马把我嘛套落嘴，害我变做穷官，你这个笨手，你笨手啊你！莫甲你家己讲甲这样多点，凡事拢是爱付出代价。既然你选择要保护你家己的后生，牺牲陈志龙的后生，就是你爱付出的代价。保护家要，都爱牺牲郑权。你想要听他讲的？无乎你知影，迄是因为惊，你会有心理的负担，嘛是因为我伫咧代念咱过去常常咧合作啦，要不我做鸡有各位情分啦，才无甲你讲遐多，安尼你才会当啊，我来较快活咧。我来知影。你让我找来了，是要来伤害郑权的。我绝对不可能安尼做。有三代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！好啊好啊，我即马确实是小人啊。也你嘞，敢讲你就毋是一个伪君子啊？来跟我讲你偌正派嘞，那无啊？较早你哪会跟我联手欺骗恁两个兄弟去做鸡油糕啊？即马阁甲家己的后生联手来乌我杨师傅留的钱，想起拄只啊，陈秋凤伫咧质问伊的时阵，你哪唔直接就甲伊讲啊？你就是陷害罗振群的帮手，那唔讲啊？莫甲我讲你甲我无共款啊！你若想要骂我什么笨手啊？啊？啊是讲我这个人有外脾气啊？你家己嘛差不多到倒位去嘞？咱拢是共款啊，为着利益，会当随时牺牲一切的人，这是这世人拢袂改变的。你家己上好爱承认。甲你无共款，我阁有淡薄仔良心。有三代，你一定有报应。
无用。报应这拢是讲来给遐戆人啊安慰家己话尔。你上好保密，小飞甲郑群别咱无大事。然后，你的报应就是惨，不是你来试看卖。今麦咱伫咧讲一只船顶，那是冰船，你赶快有代志，卖连累到家呀。你想回小看卖别样做船顶？Thank you.